还有那个什么华为麦克，华为麦克，真的卖口红哦，没有骗你啊，哎，华为麦克，华为卖口红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我们现在去看那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靓仔 Steve。哎，戴住口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靓仔 Steve。没有错，今天就是华为的翌日店长。对，没有错，你们看到这个标题，你们按进来，算不算被我 clip 被进来呢？翌日店长是没有错。可是店长不是我，店长是阿雅。OK， 今天是华为邀请阿雅做的翌日店长啦。然后他今天的 event 是在我家附近而已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过去捧场捧场一下啦，过去看他有没有闹出什么大事。始终你懂阿雅的啦，去到人家地方不要把人家的台拆掉就已经不错了。所以我还是过去看一下他有没有在人家的场地那边乱搞啦。因为这个 job 是从一开始我 follow up 的，所以过去看一看整个流程啦。OK， 所以算是我过去看阿雅的班啦，看他翌日店长做得怎样啦，有没有在那边捣蛋啦，有没有好好的 serve 顾客买电脑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过去看阿雅的翌日店长， Let's go。 OK， 现在我已经来到 Paradise Mall 这边了吧。阿雅会在 Paradise Mall 大厅华为的 Roop Show 这边，我现在过去找他。这是华为的 Roop Show， 阿雅在哪里？阿雅在那边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去找阿雅。太多粉丝了吧。我可以拍照吗？可以。OK，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阿雅会在这边捣蛋什么东西啦。你来到我们的华为展销会，今天呢已经是来到最后的第二天了。然后有来拆掉人家拍吗？我拆完了，拆完装回上去了。你没有来的时候已经是不大的了，对。一日店长做到的，我很紧张哎。为什么很紧张？因为哦，我很少在那种这样比较正式啊，有 room show 的那种，然后站住一整天，你听到没有人讲话是要接话的，对，是不可以停的。我听得出来，你懂为什么吗？来，因为你喉咙沙哑的。哎，应该是一直在讲话，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然后没有卖的时候就没有办法，因为他讲不要给他冷场。哦，对，就有点就唱歌。可以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哎、欸，卖。我应该要唱歌。对。不过今天那个华为这个 event， 不错，因为啊、哦，还有几样东西让我看到，哎、欸，原来华为的东西也是，就是华为的东西不错一点的，安踏旗下的，安踏是吧？安踏。来，我就把你当是顾客 ，OK， 带你去看看，我们现在在带顾客看什么东西。OK， 我们看阿雅请专业来摄我了。我们要带顾客去体验三种东西。体验什么？体验手机先。手机呢？拍照，你是不是晚上拍照？有时候你的手机拍照晚上拍的时候，你会看不到东西。对，比较暗，比较暗嘛。对，好，这样我给你。我们来到暗房了。你觉得暗吗？很暗，很暗，是吧？对。我们要强调这个手机拍照的功能，在晚上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拍到很好的。我们要怎样测试它可以拍到很好的画面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，好不好？ OK， 我们先玩到完了。 OK， 然后我们先按到完了，按到完你现在眼睛看外面是不是黑的？黑的啊，但是我这个手机一拍下去哦，它有至少一定的光线在那边。哇，秀嘞！也就是说，当你在晚上拍东西的时候哦，稍微有一点光线这样子拍照哦，它还是会好看。哇，秀嘞！这第一个就是这一个，我第二个我们要体验的是我代言的电脑。哇塞，代言的，我代言的电脑。哇塞，我们看一下，哎呀，代言的电脑有几球啦？我代言的电脑有几球呢？我在广告已经讲到不要讲了。哦，是哦。你们看这里，那就是我们的华为 MacBook 14。这一分钟的东西呢，后世界有多少 view， 你们自己看 view。现在就要让你们看一下这个电脑哦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这个是要配住手机才有功效的。
在哦，这个电脑哦，才卖多少钱？才卖499跟699。哦。啊，它的差别是它的 GIN 里面的 GIN， 如果你要拿 1TB 的话就699。512的呢，就是4999。啊。哇。来来，现在我们来表演一下这个电脑的功能，你要把这手机放在这边。平时我们打 game 是不是要拍手机的画面啊？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可以把东西放进那边。哇，很缺嘞！重点是你已经拿掉了，它还是你 take 的。拿掉了，它还是你 take 的。弄了过后，你可以在那边玩，关键在玩。你的手机没有也不用提了。啊，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接打电脑。哇，很缺嘞！啊，你看一点 lag 都没有啊，一点 lag 都没有啊，按了，按了，就直接拿下了。哇，欸，很厉害嘞，直接。我电话在这边哦。哦，没有电话的，我直接用那家玩哦。如果你不要玩了，就关掉喽，或者你在那边玩玩走也可以。哇，啊，厉害嘞！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最适合我们 YouTuber 的什么东西？OK， 我们平时拍 vlog， 对，常拍 vlog 是不是？对，拍 vlog 就要注重什么呢？我们拍 vlog 就要注重拍摄的时候是可以自己看自己的。对 ，OK， 我们现在是可以看自己吗？好的。那如果我要 show 人家画面的前面有什么，我们是不是要这样？对，要转，要这样子转。好的。啊，这样很丑啊！我们在 record 住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子。所以我们 record 的时候啊，我们按这边 ，OK， 直接转，不用按停。啊，不用停啊！啊，你看。华为啊，我现在讲到一半，我要回来，它，啊，又可以哦。哇，哎，这个可以嘞。啊，就很适合拍 video YouTube 啊，而且它前面的画面是 4K。哇 ，4K 啊，可以调了，可以调。需要嘞。啊，可以去到 4K。每次我拍 IG Story 的时候，就是一直没有这样的功能，很麻烦。所以就要一直 stop 了，然后再拍。对。所以这个是多么的厉害。真的。所以明天我在这里工作很重大的，我今天这个任务啊。完了，我现在已经代言华为了，已经代言了啦。我先 tag 华为一下，对吧？ tag 华为，对，华为会做一点的那个手机，最近缺手机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找阿雅代言的话，可以联络我，哎，联络我，是是是，可以安排给你们。没问题，要做开箱啊，开箱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联络我。来，这个大头娃娃，要我要站哪里？我要站这边啊。哦，长耶！希望有一天我会像你这样啊！哇，辛苦你啊，那个头这样大，哎呦！今天你主要就是介绍这三样东西嘛。啊，今天介绍了，还有啊，还有很多啊，啊，还有那个口红，华为卖口红。华为卖口红？真的卖口红哦，没有骗你啊！华为卖口红，华为卖口红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我们现在去看一下。你看到没有？华为卖口红啊，有女朋友有老婆的，千万一定要买这个，因为这个口红是可以戴在。吓到我！你还用红红酱，我以为真的口红。是啊，还它是外合集来的。我做到好像口红酱哦，真的。这个主打女生啊，送给女生也是好嘛，因为刚好最近又圣诞节要到了啊。对，我要送什么精致美美的东西啊？送这个是 OK 的。等一下他会不会收到以为是口红，一开上来失望哎？我是哦，可能他更希望是口红。不过有可能你可以买一个整口红，再给他这个。对啊，要买哪里有一送一个礼物的？那2000起美有听过吗？真的，买了一个口红，再给他多一个口红，他就会以为是两个口红，但是内有玄机啊！然后又开心，然后又有口红，又有期待，是。好像没有什么人了嘞，你不要再一再去吗？我。如果你们有经过这里、走过这里、路过这里，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有阿雅和靓仔戏。可以来到这里，你们可以找我们拍照，因为可以有在拍 vlog 啊。你想进 vlog 的话，也可以来到现场啊，我们可以把门拍进去拍美女的啊。然后嘞。也可以来这里看看华为今天做的这个 event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哦。听讲今天是很有
请问今天买手机呢？买了一个手机，还有 free gift 哦，买了 free gift 哦，你还可以再抽奖啊！只要你买2000块以上，或者是只要你买的鞋子都可以抽一次奖哦，大奖哦，会送出一个 smart 手表，不要玩啊！哦，这么好的优惠，怎么可以不过来看一下是吗？又加上有这么棒的 YouTuber， 哎呀，在这里。所以你们可以过来啦，找我们，我们可以跟你们沟通一下啊，要拍照拍照也可以，你要请我喝水也是可以的。现在只剩下1个小时哦，所以你们要快点拍照的就可以过来找我了哦。靓仔戏等一下就走了哦。现在难得会遇到靓仔戏跟阿雅在这边，真的难得。你看我做主持是不是？还 OK 一下，真的。对，如果有什么主持的工作啊，可以在底下联络我们。可以，都是联络哈，放心。都是联络我。因为啊，我是不打不看电话的，真的。我每次会 miss 掉的，而且像你们讲，我没有礼貌，不接电话。所以找他就对了。对。他现在是我的私人助理。对。有什么东西找他。可以，可以，有什么 job 的话联络我。OK。你要回答我问题才可以拍照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。我是阿雅还是董明东？阿雅，错，我是董明东。完了。OK， 来拍照拍照来。我拍。好了，差不多时间也是要回了啦，你大家慢慢坐光啊。还有半个钟半了。可以，你慢慢坐，然后等下钱我去收。啊，一定要收钱。OK， 走好吧，拜。回去之前呢，我就去打包给我老婆试一下啦，因为出来有点时间了，我就打包东西给她吃啦。要打包什么呢？这边其实有一个拉面店不错，是我老婆蛮喜欢吃的，我介绍你们吃一下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过去那个拉面档啦，那拉面店啦，一番拉面。老婆是喜欢吃这边的拉面的，我现在来打包拉面给她吃了。2000 years later. OK， 所以现在我已经打包回来了啦，这就是我老婆喜欢的拉面啦。然后我还有打包一个 Family Mart 的饭团给她啦，因为该出去的时候她也还没有吃嘛，所以回来的时候就顺便打包一些东西给她吃啦。OK， 所以今天简单的一天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以及点赞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，你们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。See you in the next vlog. Bye bye.